哎，各位同学，今天来到我们期待已久的第三学期，现在マジかよ。啊，出去！我家猫咪逼我睡。因为我昨天还是有一点晚睡，其实我今天早上有一点点想要睡觉不开台的心情，但是我为了，知道，我开台这件事情就是为了调整我的作息，让我可以稳定的在这段时间睡觉跟清醒。所以觉得好了，还是起来开台，然后稳定，尽量稳定我的睡眠时间。所以就还是起来了，并不是为了各位，我只是想要稳定我的睡眠时间而已。まあね。我在睡前看《中华一番》的漫画，不小心看的じゃあ行こうか。有点晚，看到4点。あれは。お疲れ様です。可愛、喜欢。マルキ先生と戦うんですよね。私も連れて行ってください。けどお前その格好じゃ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もう逃げませんから。いつまでも先輩たちに頼ってばかりじゃいられない。私もスミレとして前に進みたいんです。やるじゃねえか。問題ないみてえだな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え、我突然这样看信的这个衣服，是不是他的拉链的那块是刚好接着尾巴的？就是他的那个尾巴是接在拉链上。となると、あとはコードネームだな。コードネーム？コードネーム。本名で呼び合って。なるほど。ジョーカー。有一个体操服，肚子饿。我不行了，肚子饿。それはさすがに。先輩、さすがに私もお腹が満たされてる時ぐらいあります。いや、そういう問題じゃなくね。じゃあバイオレットは？英語でスミレって意味。バイオレット。ではそれでお願いします。わかった。下唇を噛んで言うバだな。さじ加減はお任せします。バカ軍団かよ。え？はい、あ、はいよ。あ、そろそろいい。他是哎，他有代号吗？我忘了。名字的代号是什么？嗨。维尔利特。啊 ，Crow。やるか。好了，带新同学出来玩。哎，好，对，这个阵容对了，这个阵容正确。为什么是战队？就学了后胜。哎，对，他们也要，通通给我穿战队服。贱货！哦，他每一个都要重买，是比起耶。看林老师不会一起送哦，这个是疯。看这他妈的阿特拉斯干林老师，
报，你们全部人给我穿不一样的衣服，让我们看起来比较有仪式性。就你的衣服包不跟人家包在一起，好贱哦，真的是很贱。太稳定哦，你抱一起还好吧？没有，我就觉得很贱，失败。而且只能用一小段而已。我觉得他应该要一起送的。都只能用一小段，觉得这样子比较慷慨吗？阿特拉斯可以展现他的慷慨之处。变身出手是不礼貌的。自分自身から逃げない。勇者。行け、ヴァイオレット。はい。行こう、サンドリオン。踊りましょう。哇，好尊重哦，他两次动画。哎，还是他进去没有？もう目は慣れたし。この。自信之学妹。这一次才是真的决心。以前的皮都是假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まだまだ未熟だけど、足を引っ張らないようにします。觉得这一代召唤ペルソナ真的是最哈扣的一代，要把脸上粘的面具撕下来，连皮。すみません。ジョーカー先輩も。如果是我的话，要死之前我就先投降了。算了算了，感觉好像有点痛。スミレとして改め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
我は何時何時は我迷いをだけ何時信念だ现在他是假枪啊，他不是真枪。よし。よし、ガンガン行こうぜ。はい、このまま進みましょう。他的枪不是只是代表而已吗？但我觉得还是撕掉脸皮比较可怕。这个是要拿麦迪卡。哦。哦哦。也可能是撕假的脸皮呀、啊，好哦。可以可以，大家都是在幻想世界，大家都没事。就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怎样？每个地方都在做小讲座日，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小台子，大家分开报告。设计这么多小地方，应该有点东西吧？应该其中一个会有什么吧？还是都是我的幻觉？看清楚。修他要酷死了、啊、居然哇超特大、欸俺の恐ろしさを味わえ。みんなお疲れさま。さて。え、但穿舞蹈服为什么是这一首？穿舞蹈服会变这一首？哎，是因为我穿舞蹈服的关系。来，我就这一次。所以原来穿舞蹈服是这一首。哦，我音乐调随机是，我真是天才啊！我居然做了这件事情，我自己都忘了。来，这个角色，改难易度。音乐随机是哪一个啊？到底干了啥事？原来 P4的音乐这么赞，你才知道。
披斯的音乐世界第一啊！正体を見せろ。快速。专业服装来干嘛？很难，非常难看到。有朝一日有机会看得到。順調でな。超赞的，跟我一样。他人怎么上去的？修卡一个一个签。乗り越えて強くなる。是这个演出上把它省略掉了。余裕すぎ、歯ごたえない。何か。不能下去吗？不能直接跳他脸。気づかれてない。チャンスだ。正体を見せろ。我应该不是调随机吧，应该是，我觉得应该是我穿这件衣服的关系。我感觉应该是一直固定这手啊，应该是照着衣服换。过去就没地方躲了，过去就是开干。シャドウだ。正体を見せろ。こっちが有利だ。哇，刚才一套打了一千呢。哦，完了，插了自己一大刀。Oh shit！Oh my god！哇，这又是看得着你。各种 support， 舒服。对啊，他是照着换的。好，修太。完了，战队的新成员发疯了。这个新成员果然是坏人啊！あっけないね。手応えがなさすぎる。无敌的伊邪那岐居然倒了，怎么可能？哇，这个噼噼啪啪的。よし。シャドウ殲滅。行こう、ジョーカー。好，随机日 P 五。我自己都记错了。学妹修他还没开啊。觉得明智保持这样很棒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有啦，应该都有战斗服，只是这个战斗服要买，好卑鄙啊！
正体を見せろ。一方的に相手を。こっちが有利だ。焦るなよ。敵潰す。さすがジョーカー。終わった終わった。みんなお疲れ様。この調子でどんどん行きましょう。正体を見せろ。うわー、そ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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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そもうここまで来た。大雨。台北这边还好。コウ君先に立たず。よし。あれ、終わったのか？開けないな。那名字直接吗？直接送造型。有买的就直接送，前面要直接买真的好几百了。どうしますか？なな？直接追下来。殿堂升好快，叫你吹不是叫你硬刚。やりました。グフフ。你要亲手买才有代入感，干干你啊特拉斯。けど。なさすぎる。みんなお疲れさんの。ナビン。そうな反応ありだ。ジョーカー、平気か？え？正体を見せろ。俺を倒すつもりだ。ラッキー、こっちが有利だ。来い、イクマンの神言を信じて。お迎え。え、名字总共画面。下面是不是？名字总共画面好像没看过。
看过原本的，但这个版本没看过。直接交棒。新的这个版本還看，黑化的名字。無事倒せましたね。蓝色能直接撞过去吗？哎、欸欸，不行，还是我没撞到他。変化してくるかも。終わった終わった。オフで行こう行こう。よし。この調子でどんどん行きましょう。绿色的应该就够了。長いね。要团结的主角，其他人就来捧他，其他一个人来吹喇叭，一个吹捧，另一个只要负责稳定血量。さて、あっという間だな。研ぎ澄ませ。日が過ぎて眠くなる。学妹现在就是要出去之后，在第三学期把它弄完嘛。有没有多的装备可以换？哎，好，他自己穿的就是目前最好，轻薄内搭衣，有241防御，谢。应该是起始最好的防具了。抢人家一女的钱，拜托、啊！现在我们随手就几百万在跳，钱这种东西根本不用弄啊。さて、何か相手にな。お。行きましょうか。高手
じるぞ。マジかよ。やるしかない。何かしてくるかも。敵全滅。さすがジョーカー。さっさと次だ。さすが。さて、何か楽勝楽勝。直接什么直观吗？火车都走过来了啦。我怎么这地图缺一角？哎，那边还有一只大只的，没打到。暴いてやる。こっちが有利だ。あそう、完蛋。早く帰るぞ。サーマリオン。いいぞ、バイオレット。めんどくせえ。まだ終わらないぞ。すべて話してやる。さすがジョーカー。大勝利、イエーイ。みんなお疲れさん。马修等级开放到90/80了，因为我看他开到半八。いい戦いだったよ。距离宝武半死马修越来越近。正体を見せろ。现在已经可以120/55了，这游戏到底要开得多遥远？哎，刚才是红红灯。感じるぞ。暴いてやる。不意成功。これで負けたら承知しないからな。やるな。マジ。テルソン。これで片付ける。敵もやりますね。ぶっ壊してやる。これでいいだろ。ガチだかね。いけ。宝武复原的。修一下。P5 跟 P5 还有连贯吗？不连贯，跟 P5 有连贯。他是跟 P5 跟不是连 P5 啊的。やってないね。所詮は雑魚かな。我以为 P5S 的时候学妹同等于不存在。この力があれば。这个原始成员呐。次行くよ次。何か。哎，这不是空的。可以爬上去而已，是吧？我刚是应该去最上面，我只是想下来打兵而已。不错啦，有新的伙伴陪我玩。TOGIS 刷出了园艺精，刷出园艺精打起来特别爽啊！
完了，这边是不是下来不好上去？还是我走这个门就对了。宝箱があるようだよ。这边就只是个夹层，尴尬。不知道怎么办，就往高处爬。对啊，回到刚刚的地方。つけておこう。ねえ。直接干。为什么变幼稚？上那么多段哦，好不好？直接炸一段结束。新技を習得しました。勇气步伐，所以所有伙伴加暴击。要沿着电缆线走。
嗯。喂。哥，不让我出去浪。哎，啊，做一下道具。那。哎，也不给我做道具。哇，他头像变成了放法版。在下失礼。交给我吧，压到最后一天再去探索。等等会一直问我要不要去影响空间。おはよう。很懂读空气哦。你猜猜看，诡异的酒吧。也没客人。喂，いいか？娜娜，つけておこう。存着。哇哇，学妹都找我了。哇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我太难了，我信念的，哎，有信念的皮吗？有信念的皮这种东西吗？太难了。今から時間もらってもいい？ナナ、ありがとう。ごめんね、急に。哦，干，这是他家啊！哇，你房间建模了。为什么是在房间里？
頑張るね。哎，不会之后每个人都可以去房间吧？太赞了！我家的猫会说话，要不来看？哇，变成踩一个人，绑一个人。もしかして？よし。原本是踩着。然后变成绑两只狗，然后现在变成绑一个柴一个， okay. 真的是合体耶！じゃね。塞莱斯体。所有伙伴，我操，太强了吧！看。What the fuck？ 这个应该就换着招吧，他也不用自己专心啊，他直接全部人一起加。我操，全部人一起加哎、欸，有点猛。真的有点贵，我觉得算应该还可以的。这哪个呀？应该不会那么常用，我觉得不会。哇，觉醒技都超猛。先占卜，这间杂货店靠你一个人撑起来了，就像是手游也只要靠20%的10%的课长就可以撑住全部游戏，其他人就只是来陪课长玩游戏。どうですか？啊，突然想到，我这样是不是没有带双子去把所有的事情都玩过？哭。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。あの。先拿个皮。我们天堂人靠1%的课长就好了。天堂人那个真的是靠1%。ようこそ我がベルベットルームへ。お待ちしていました。さよう。